铁锹三，我们去找他，这伙今天报仇。第一天开张就这么热闹，您发财的日子在后头呢。很多伙计都上了烟瘾，个个没精打采。老弟，你有没有抽啊？啊，逢场作戏，我不会上瘾的。 人人都说你的铁线拳厉害，我看也不过如此。今天我要为这个镇铲除败类。